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va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示范德国 Gewehrpulver 的背带要怎么使用。那我们先把安全扣展开，然后再把它扣上去。那要记得背带软垫要朝上，那底部的话也是一样的扣法，把两边都扣好就可以啦。这是双肩背，这是单肩背。那侧背的话，还有另外一种扣法。如果你喜欢背的低一点，或是想要背的舒服一点。就可以把其中一条背带扣在侧边的扣环，这样就好啦。这是侧背，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